到时候可是按盗窃罪公诉你，150,000可是大案。老二，快点，给妈妈就别报案了。快点，等着，干活干活干活。 说好了，行了，警察同志，麻烦你们啊！看一下，是这个，都对啊？都对都对，麻烦你们跑一趟啊！都是一家人，你说，好说好商量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啊？还弄着街坊四邻的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那先走了，谢谢啊，申请棒的出警速度特别快，谢谢啊，辛苦了。妈，谢谢你。 废什么话呀，走，赶紧的办正事儿。走吧。那是，报什么案？那我报案你能拿回来啊？来来来来，得了。哎，找人？姓刘是吧？那，不是。哎，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你这房不是要卖吗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这里头有收成，我看看啊，看。 别，您上去吧，急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以为您又怎么着了呢？哎呀，突然出了点事儿，行行，快上车，快上车，哎呀，是的，瞧等着哟。哎呀，这个房真不错，我还真挺喜欢。那个，把你房子给你出多少钱啊？看完没？你是不是看着我穿成这样，你嫌我没钱呢？ 我有钱，我开饭店的。哦，我那一股葱味儿。原来厨子，后来自己干了。那个，买你房子给你出多少钱啊？150,000。哦，哎呀，真不高啊。你这么，我给你加5万，你把这房卖给我。行。 你等人来了，你跟人商量。人有人看上了，在路上呢，我不能让人回去吧？这谁让我看上你这房子了呢？我给你130,000，你把他们回了，行吗？你肯定要。 话说的不要这么老远，我过来这么大热天，你看这汗出的，我那是吧？你家的房子我真挺喜欢，你把那个就回了，就卖给我。你给2万块钱定金，我就回了。2万是吧？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个今天出了急了，就卡什么都没带。你等我一上午，啊，我回去一趟，然后这个下午我过来，我把定金啊给你带过来，然后咱们连合同就一块签了。 啊！不行，你完了，你不交定金，我不能等你。完到最后，我爸那边回了，你又不买了，那我找谁讲理去？不是，我呀，我肯定要。你知不知道？你那，你给他们打电话，你就让他们那什么，就等那一两天，也不差这一两天，他们，对不对？行吗？ 你留个电话吧，啊，保持联系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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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成，不错不错。那什么，这屋子怎么着也得拾掇拾掇是吧？最好刷那浅色的，这浅色的显着屋子亮堂，是不是？那是那是。小玲，啊，来，那就这么定了，你看怎么办手续。 找我干嘛呀？那个妈要买房子，知道吗？废话，你都知道了，我能不知道啊？不是，那你还在这等什么呀？不要钱了。实话实说，在你们来看房子之前呢，有人来看过了，人家给130万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呀？ 小玲，咱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看什么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你也都知道我们家这情况，你看我儿媳妇马上就想搬进来住了，那这个时候你让我们再去找房子，那也来不及了呀。不是，你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儿，是不是？10万呢？ 你不能一句话给我把10万块钱说没了呀，是不是？那人说准了吗？倒是没说准，我不是也等信儿吗？你这样吧，晚上他要是没把钱给我送过来呢，这房子我卖给你们，行吗？要不你跟那人敲一电话吧，问他要不要，他要是要呢，我们就另做打算；要不要的话，咱们就买了，行吗？给我打电话。 谁？老刘。哎，老刘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那定金还送不送过来了啊？我这边有人看房子，你等着要房子呢。不是，你看你这事儿，我肯定要。什么？我这饭店有点事儿嘛，我这有点忙，晚上我就过去啊。你别急。不是你忙不开，你房子。刘师傅，跟那人说我也出130万。准了。准。 听见，人家也出130万呢。不是你还要不要了？哎，咦，挂着呢。怎么样，那人不要了吧？赶紧卖给我们吧，120万成吗？成就立马签约。 这个20000块钱是包括那个，我知道。哎呀，这人家比你懂，真是。真带了130万来买房子来了。不是啊，我。哎，你说你这么有钱，你借我点呗。我是梁守业，以后这种高智商的活儿你就别玩了啊！你玩不转。我通知你一下，房子已经买了。 定金也交了，120、130啊，150万。啊？哈什么呀？这架不是你抬起来的吗？本来吧，妈是想给你留18万的，这下恐怕没戏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冤枉我？我找他，我站住！
老四和房东都在上头呢，你等着挨打呀。行，跟我走吧，有话跟你说呢。我不让我帮忙了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让我帮忙了？那你们就好好过啊，我走了。行了，这合同签了，就赶紧的。行了。哎呀，妈！哎呀，妈！二劲儿的，大姐夫，以后这种事儿你就别干了，真的太过分了，出格。我这着急嘛。你急啥呀？说不定过两天，妈就把这180,000给你送来了，是吧？小心点，哎，你小心，小心，没事。哎，那行吧，长江送你们回去吧。不是，你那三闺女呢？合着你们这管接不管送啊？哎呀，一会儿我和我们家老三还有点事儿要办，老四，打车送。哎，行，爷，咱就打车走吧。啊，行，好吧。哎，再见。小心点。嗯，等我走了吧。好，走吧。啊。你把这钥匙给我，我抽空把这收拾收拾。嗨，我说你也真是，这么大岁数干嘛呀？这不找个保洁工就解决了？这甭受这累。没事，我闲着也是。就是，行了你。登高爬上的别上啊，玻璃也不用你擦，找小鱼工啊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哎，再见。哎哎，好。妈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那个房子买完了是吗？那什么，剩那300,000什么时候给？什么300,000？不是说好180,000吗？你不说你不要了吗？哦，我不要，妈不花了。我说妈花不了这么多，是吗？妈，就180,000啊，多一分没有。那行，妈，那180,000什么时候我等看看再说吧。妈，不能等了，那欣欣上学那着急等着用这笔钱呢。我从来就不同意欣欣出国。那在咱们国家就不能上大学呀？不是，妈，那你什么意思？那180,000你也不想给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等等再说。我妈，妈，别看了啊，赶紧给他吧，给他就省心了啊。我是怕有什么应急的事儿怎么办呢？妈，现在欣欣这事儿就是着急的事儿啊。你说你，我和梅子都。你怎么跟白骨精？怎么说变就变了你啊？我什么时候变过呀？再说你说我是白骨精，你觉得你用这话合适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。你爸交代的事儿你忘了？没忘啊。可是你也没这么做呀。说好一家那什么，你这120,000你都不给老四买房吗？同样儿女怎么不同样对待啊？梅子不是你亲生的？就是因为梅子是我亲生的。那才不应该这么大岁数还跟我要钱呢！妈，这那钥匙是吧？啊！梁守义，站住！你拿我钥匙干嘛呀？守义，站住！拿！妈哪拿手？哎呀，你把钥匙给我！妈，我不该！给我！妈，不该！妈呀！别碰我！拿！别碰！拿！什么拿？哎呀，这儿挺好的，以后没事儿啊。同样的儿女，老四他们两口能在这住，我和梅子也能。守义，你这是诚心气我，你是不是啊？啊！妈妈，兰子，赶紧把他给我弄走。歇会儿啊！不行，他一会儿就走，一会儿就走了。你放心吧，给大姐打电话。不歇会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大姐打电话。妈，别生气。妈，你气着我了，气着我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妈，别动手，兰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跟妈说的，
给我那十八万，现在给我钱我就走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做到。你甭跟我来事儿，我现在谁也不信。你走不走？我走什么走啊？这是我家，我走什么走？没钱哪儿都不去。这儿挺好，我看这是我家，我哪儿都不去呀，我这。这多舒服啊！我哪儿不走？不拿钱哪儿都不去，这是我家。老大，你马上给我过来，你把守夜赶紧给我弄走，气人。你走不走？我上哪儿去啊？啊，我哪儿去？这我家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没钱哪儿都不走。兰子啊，行行行，别说你拿把水喝我，有本事你收锅油，你看我有工作，我眨不眨眼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挂上膀子了？啊？问兰子去，她干的好事。走走走，你跟我回去。我走什么走啊？你们都说我怎么走？你给我回去换衣服去。换什么换？别动！你行啊，别在这儿给我现眼了，丢不丢人呢？你要气死我呀！我跟你丢什么人了？跟你没事，回去。走。放手吧你！孩子上学全都弄没了，还是叫什么呀？啊！赶紧回家，把那房子给我卖了啊！卖了全家搬这儿住了。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无赖呢？真是不识好歹！你简直就是个混蛋！你就是一个滚刀肉、二百五、混不吝！你说我当时怎么就瞎了眼嫁给你了呢？我悔死了！我悔死了！我。你说我什么？我说你滚刀肉！我说你不知好歹！怎么了？你再说一遍。滚刀肉，混蛋！跟他们一样那么说话是不？都欺负我是不？我混蛋。我混蛋身上疤怎么来的？啊！我替你挡刀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混蛋呢？你跟他们一样都气我。雷子，有人欺负你，我给你挡刀，心情大了以后怎么办？他没有好工作，他以后怎么办？都来说我你，你想我吧你！都 OK 了是吗？
都 OK 了，等那个过户手续都办完了，你爸剩下的118万一次性付清。啊，这放心吧，你叫。不是，哎，那什么，那屋里那些家具你还要啊？哎呀，买一送一，你愿意留留着，愿意留你就都扔。啊。谁呀？你把门打开，妈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就站着说吧。暖儿，你把门开开，妈当面跟你说。我不想开，你有什么话你在这说吧。暖儿，现在给老四买完房子还剩30万，妈都给你行吗？不行，凭什么呀？我爸留给我的75万，怎么剩30万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不要。先给你30万，其余的算妈欠你的，行吗？你欠我的，你拿什么还啊？你欠我的，你这不明摆着替他们要钱吗？我傻呀？那妈现在这儿没有这么多钱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我不管。真的，我都给你表过多少次态了，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吧。你把门打开，妈跟你当面说。你快走吧，你三闺女在楼下站着，你一会儿上来就该挠我了。求求你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老二。怎么样啊？没让我进门。他疯了吧？他，我找他说理去。行了，你别老是这么对你二姐。她和你一样，也是我的女儿。妈，妈。那钱他收了吗？正好，我大姐那不是缺钱吗？要不你把这钱给大姐吧。这钱给她留着。走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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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来，这四个角对好了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个放那儿啊，慢点慢点啊。哎，哥们儿，来，把这个帮我搬去啊。哎，哥们儿，这个搬那儿去，搬那儿去。慢点啊，轻点啊。来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周美之家吗？啊，进来吧。哎，妈。有人找。嗯。您好，这是您的邮件。哦。请您签个字。我来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法院的传票，我二姐把你给告了。啊！长儿，出来！混蛋！老四，长儿，哎，老四，出来！哎，老四，混蛋，出来！老四，有话好好说，别二下，没跟你没事。你干嘛呀？出来！成儿，骂谁呢？你再骂一遍。混蛋，丧天良的！你有本事你就再骂一遍。混蛋，丧天良的！你要再骂，刘成二得撕你嘴啊！你撕一个试试呢？哎，你撕一个来，碰我一下，撕一个，碰撕你怎么了？老四，不，你还撕人家嘴啊？你干什么事儿？那是人事吗？干的缺德事儿你！老二，这事儿你确实做的不对。你说哪有亲闺女告亲妈的呢？是吧？
你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别跟他们学二百五啊！谁二百五？谁二百五？你才二百五呢！哎，你就不怕报应啊？总有一天，你们小龙跟你一样，错不了，这现实报，我跟你说。这都是姓常的啊，这是老常家的事儿，跟你老梁家的没关系。滚！现在跟我没关系是吧？原来姐夫长姐夫短的时候，怎么就要有关系了是吧？啊！今天我这个外人，就替老头老太太，我教训你们，我大家长了。哎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别撸胳膊挽袖子了，你有事说事，有事说事啊！你给我靠边上，没你事，你个死胖子你！哎，这怎么叫没我事儿呢？这是我们家，这是我媳妇儿啊！你们四个跑这儿来欺负她，还不凶我问问？吃什么了？火力挺壮啊！啊！铁石太太，收拾你收拾你，怎么不吱声呢？那你要说就我跟你讲，杨世强，把嘴给我闭上！你再说一句话，我连你一句收拾，信不信？老四。后来我也是你姐夫，姐夫，我怎么了？姐夫怎么了？姐夫干什么你啊？叔叔干啥你啊？干什么呀？干啥你啊？老四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放下！怎么了？老四，打你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放下！你给我放开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还想出人命？你还想出人命？不行，你给我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你过来，来，来啊！老四，老四，干嘛呀？恨我是吧？恨你啊！我他妈！你不恨我吗？来，你把那刀拿上来。朝这儿站，窗前就这儿站。疼死你！刀给我，老四，你又不讲了，怎么了？我揍你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四，老四，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家，你们要想听我说就坐着，要不想听，滚！听他说，我看他放什么屁！来，听听听听，想听啊？想听我就说说，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告咱妈是吗？啊，好。我说给你们听听啊，都听好了。爸临终前说好的钱是给我的，对吧？可是妈一直不给我，一直掐手里的，最后拿这钱给老四买的房子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偏儿子吗？有没有这么偏儿子的？有没有？我告他不对吗？老二，妈确实做的有点不妥，可是这是咱自己家的事情，能不能自己家解决？你为什么非得告法庭呢？我跟他学的，他还报过警察抓过我呢。啊，哎，他报警的时候想过我是他二姐吗？他想过吗？我能不找警察吗？我不找警察的话，能把存折还给妈呀？边儿去，没你事儿。老四，说的是你，啊，你脑子清楚点儿。咱妈是拿我的钱给你买的房子，也就是说是我给你买的房子，你应该谢谢我，你应该过来给我磕头鞠躬。这二姐，我谢谢你，你还好意思来这跟我叫嚣？你好意思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二姐我就是心软，我应该跟你一起告。我跟你说。那钱是我爸我妈留给我的，我爸我妈留给我的，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，你个不要脸的！你说谁不要脸？说你！行了，你们要脸，你们尊重点事实行不行啊？我亲耳听见的，咱爸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这个钱是给我的，可是你们几个都不承认，全装没听见。对，装没听见啊！听见了钱不就没了吗？没听见多好啊，耍赖呀！你们为了什么呀？你们不也就是为了要点钱吗？跟我这都装什么好人啊！你说的都没用，爸说什么我就没听见，就是没听见。爸说啥了？没听见，我不知道啊。梁守业，老四的房子给你个厕所，也给你个储藏间的，你这么帮他说话？你甭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人就冲着你，就从来就没有这种小子跟老子抢饭碗的。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啊，我都觉得这个人还挺可爱的。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就恨不得替你一头撞死。那你赶紧撞死，快点撞死！哼，巴不得我死哈，我才不死呢！我死了，你们还把我钱各家都分了，我得好好活着。我还真就告诉你们几个了，听好了啊，我常理讲的就是这个理，我今天要的就是这个理，这个钱我要定了，我非得打赢这个官司。你们等着吧，都走，上法院上见。你要是真不念及咱们兄弟姐妹这点亲情的话，咱们法庭上见。有理走遍天下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滚，滚，走！不是三姐，别拉我，走，别走，滚！走走走走走走。这好好。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？哭什么哭？跟他废什么话？走！老二，你听大姐一句话，这事不能这么干，你好好想想。少吧你！老二，走吧，你跟他废什么？
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常丽，你看着我。常丽，你看着我。试试，还动刀了，我惯着他。行行行，老四，你也别生气了啊。这事儿啊，谁也不怨，知道不？就怨咱那死去的爸。你说这走着走还胡说呢？再给我说一句，你再说一句试试，我把气撒你身上，你信不信？别老跟我喊，我说的不是。好，我不说了啊。他已经不在了，他妈也是糊涂。哎呀，大姐。你跟这种人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，我也不想想。那大姐你就太善良了，你该抽他。这抽谁呀？哎，老四，你说我们现在帮你这么着吧，那房子到时候买了是怎么谢我们呢？不谢你啊！哎呦，真谢谢你，大姐，我谢死你了，我谢谢你八辈祖宗，我谢谢你啊！哎呦，我谢谢你，赶快离我远点吧你。哎，大姐夫，要不这样吧，把这房子分两半，啊，给你一半行不行？这合适吗？啊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给他个哥还真顺着玩双爬，你的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了。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也没什么。做梦吧你！杨志强，说，我倒杯水。快点儿！常丽，都这会儿了，你还有心思喝水呀？啊！我想想，我都觉得瘆得慌，我都怕我跟着你一块遭天打雷劈，被报应喽！你干嘛呀？我家里人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，是不是？都不怨人家欺负你，你连自己亲妈你都能告，能怨人家欺负你吗？我告的是我妈吗？我告的是这个理。哎呦，得了吧，你甭跟我讲什么理不理的，反正告自己亲妈那就叫大逆不道。你弄得我现在都不敢出门，我怕我出了门人家戳我后脊梁骨。哎呀，不就几十万吗？没了能怎么着？说得轻点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爸留给我的钱，我妈凭什么不给我？我妈不给我就是想留给他们，给他们就不行。行，你就这么下去吧。你看你能有个好，你看你能不遭报应？你别在这蹬鼻子上脸啊，我头疼。我蹬鼻子上脸？行，我今天就蹬回鼻子上回脸给你看看。你赶紧把那素给我撤了，你要不撤素，我就。干嘛呀？打我呀？来，打试试！我不打你，我离婚！哎呦我天！哎呦，杨志强，你吓死我了！离婚啊？啊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？要不你就接儿子去啊？我睡会儿觉。哎，干嘛？你看我这样像跟你开玩笑吗？我有跟你开玩笑的心思吗？啊？我是真的，我这回是真的，我真的。我真的要跟你离婚，你赶紧撤诉，要不我就离婚。别在这叨叨，我脑仁疼啊！我睡会觉，凉快去吧你。看见没有？结婚证，走，起来。干嘛呀？起来，跟我上民政局。离婚干什么？你起来。
走。你玩真的是吧？我没跟你玩假的呀。走，民政局，走走。走就走，走走。我怕你啊。你不怕我，你走，走。来，走啊。厂里你也有怕的时候啊，啊，真不容易呀、啊。行了，听我的，赶紧把宿撤了，咱俩好好过日子。那不撤宿就离婚，你选。那这样，结婚证呢，我随身放着啊，你想好。是选择撤诉，还是选择离婚？啊，想好了你告我一声，我等你信儿，别让我等太久。哟，回来了。妈呢？屋里呢。你怎么陪着他呀？他不给我开门啊？有啥用？真是。妈，妈，大姐来看你来了，开门啊。妈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商量，您别一个人憋着。妈，妈，进多长时间了？你一个多小时吧，你不是一个多小时？你这几小时没开门啊？啊！来，你出去，来来，你这都出来！妈，妈，妈，快！我一叫他，他就来啊！一叫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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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有钥匙啊！妈，妈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们了吗？妈。就说出来，千万别憋着。嗯，同学生二弟，我跟你说，你钱不给他就对了。你别提钱的事儿，咱行了，都看你。妈，大光子别怕，咱真通过破案啊。哎，是。妈，您别太难受了，要不然您喝口茶，绿茶。如果真是二姐，我就说我废了她不可。你别给她开门啊！妈，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，喝口水，坐老久了吧？妈，哎，就我一个人，妈呢？不知道你不受欢迎啊？你干嘛冲我来呀、啊？又不是我告的妈。那不是你媳妇儿啊？她不是你媳妇儿啊？啊，是不是你媳妇儿啊？是不是啊？我跟你们说不着，说不着。哎，谁让她进去了？妈，妈，妈，给我站起来！站好了，跟妈说。厂里伤您的心了，我知道。我来呀、啊，我就是给您表明个态度。我不会那么做的。他要是不撤诉，我肯定跟他离婚。你们离什么婚呢？这跟你们都没关系。这是我们娘俩的事儿。
全让你做了，站好，站好了你。再怎么说，他也不能把自己亲妈往法庭上送啊！就这样人，我怎么跟他过日子呀？我出门前，我跟他谈得很清楚，他要么撤诉，要不就离婚。杨成，你这么说话像个老爷们儿，你知道吗？就他那，你早该跟他离了你。